我是康文成熙的刘强、其实香港马拉松呢，其实我早几年已经参与过几次的。咁我觉得在香港里面有个咁大型的运动呢是好难得咯。其实一年一次我觉得都是少的。但是对于香港人做多啲运动呢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其实跑步个个人都识嘅，咁我觉得即係唔好勉强咯。即係当个身体跑到咁上下，知道自己真係顶唔住啦，咁就唔好揀嚟咯。因为始终跑马拉松都是要训练有素咯，要平时要不断练习咁样先得嘅。即系我通常都影住起步嗰下啦，起步嗰下同埋冲线嗰刻，见到啲真系去夺标嗰啲心嗰种心情嗰种拼劲啊，嗰一刻就会觉得鼓舞啲咯吓。